Hey, Xen Showtime.桥段吗？把东西买在外面的利息啊，所以要，对啊，只有五分钟，只有六分钟，太难了吧？在哪里啊？只有六分钟也太难了吧？找到宝物了，宝藏被发现了。为什么这游戏还有这种桥段？BGM 也蛮好听的，我也觉得。开箱时间。现象盘，好可爱哦！